其实红建军的成军是国防军事的一个重大的核心，也是我国军事战略的创新作为。今天指挥部的编成典礼只是第一步，其实红建军将以网络攻防为核心，通讯安全为基础，电视发展为前瞻。我要为知通电军赋予三项任务，请在场所有同仁，包括国防部的领导干部，务必要使命必达。第一，要积极达成整合；第二，要加强知通电人才的培育；第三，要发挥领头的前导角色。台湾有最坚定的自我防卫决心，有形国土我们捍卫到底，数位国土我们也绝不让步。我会跟各位一起并肩作战，勇敢前进。谢谢大家。